你先画一个这种的，S 型，多出来这一小节，然后再这样画一个很小小的弧，然后再这样。然后再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这样，你就有一个这个形状，这样的形状。再画一个小小的胳膊，就是出来一个小的，就是两个，就是，然后你这样画一个大大大的腿，然后你画一个小小的这样，然后再一提，然后你就画出来了。一个半圆的角，再一个三个，再两个一体，然后再画一个这样，你就再画一个一体，然后再画一个大大腿，一体一体。然后画一个大大的尾巴。这样，你就有一个头尾巴，这是 basic shape。就再画一个眼睛，我再画一个这个样子。你眼睛可以，你想画什么样子就画什么样。然后这个就是霸王龙那个，嘴唇，那个 extra thinking connecting。然后你就在。画一些小树，就像皱纹，然后你再画一些那个什么小小的 triangle， 就像那个小那个 teeth， 上面也画。在这画一个鼻子。然后在这儿画一些小小的三角形，再下去，然后在这儿画一个。一些小型的黑色，就像他的那个小手指头上的那些，然后，然后要是你想加一个小小的那个什么，小那个。小恐龙的话，你就这样画一个弧线，像一个眼睛似的，像一个这样一下，再这样一下，这些 S 形式加，先这一个竖，再一个这样，再一个。三形，这样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再画一个小眼睛，一个小鼻子，这一个小恐龙的头，然后再这样一下，再这样一下，再这样，就像它的小小的，然后在这边也一个小小的小那个什么手，
然后最后一个小腿就降下去。这次不用这个勾勾哈，就只有用这个一下，我的小尾巴，找你在这边也勾勾，也不用勾勾，一些尖刺。然后这就是你的大恐龙和小恐龙，然后第五步从这样，然后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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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一大个，然后再这样。就像一个大云彩，还有这不是，然后这就是鹿，然后这是一个大大的太阳，然后你可以把它的这些小牙给画上去，不会画。然后你要是想画一个树，就这样。先掉掉我了，好了。